11月17号，林志玲与日本团体放浪兄弟成员 Aquaria 举办婚礼，林志玲感动落泪， Aquaria 笑成花。林志玲17号举行婚礼，亲朋好友们也都纷纷到现场。林妈妈送上特别祝福外，也偷偷透露了对女婿 Aquaria 的分数。陈怡蓉17号准时到现场，准备见证好友人生最重要的一刻，笑着祝福，希望他们可以牵手一辈子。林妈妈的笑容也是藏都藏不住，直呼很好很好。被问到是否满意女婿 Aquaria 时，腼腆回应该是，那分数会打几分呢？妈妈则说还不知道。林志玲大约在17号快15点时踏出台南金鹰酒店，在爸爸的陪伴与前来祝福的民众和媒体簇拥下，左右招呼示意，看见脸上洋溢着幸福的他，现场还有人忍不住感动地说，天啊，我真的要哭了。